第35题，若有一杯2公升的硫酸溶液，已知其中含有19.6公克的硫酸，若再加入水，使溶液体积变成4公升，则稀释后的硫酸摩尔浓度为多少？我们知道摩尔浓度就是体积分之摩尔，这一题最后变成的是4公升，所以我们现在差一个要几摩尔。那我们现在加水稀释，加水稀释，糖水加水，糖不会变，所以这个摩尔就跟原来稀释前的摩尔是一样的。那么稀释前有 19.6 公克，有质量，那我们晓得摩尔就是我们的质量，要再去除以原子量或者是分子量，所以我现在呢有 19.6 公克，我的分子量是98，所以我们出来呢是 0.2 摩尔，所以原来有 0.2 摩尔的硫酸，那么稀释后呢还是 0.2 摩尔，所以这里是 0.2 摩尔，算出来呢就是 0.05 大 m， 所以第35题问我们说则稀释后的硫酸摩尔浓度为多少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A 0.05。